哇，这么多，这就个头真的好像香蕉，巨大一个个都。这个票我也买了，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好吃啊，排成这样啊。对，Hello， 各位，这是大白。我现在在南京的一个老小区里，旁边有一家特别特别好吃的牛肉锅贴。就听说他们那个队能排，对，差不多能排，就特别长。而且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很多遍，走尝一下。大哥在旁边盯着我，我放在一个车顶上排，可能这辆车是他的。这给扶起来，让我少排会儿队，好吧 ？OK， 给你们看看这些人啊，突然没那么饿了。排队是拉货的，排队是拉货的。哎，拿票呢？那我好像也得去拿个票，拿个一两的那个牛肉锅贴。锅贴还有呢。然后红烧牛肉面吧。看一下这个队排的啊，后面基本上还有50米。然后这个票我也买了，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好吃啊！排成这样啊！11:40，我们看看多久能排上啊？不排了，走了。哦，前面放弃了三个人，我离吃的锅贴又近了一步。奶奶，您吃过吗？我没吃过，这就这么多人排吗？这就是看人多才来排的哈。哇，这么多！哇，这草莓看起来很新鲜。一两在这吃。这一锅有多少个大约？九两。这边应该是菜籽油。哇，倒油呢。哇，这个看着好漂亮啊，这个。哇，金黄金黄的。这是个头真的好像香蕉，巨大一个个都。终于拿到了，我的妈，太难了！借过，借的太多了，有点还不上。这个地方有人吗？二楼有吗？二楼也没位置，也没位置。这不是一个吗？好，谢谢。那可多长时间？哇，这个我这个等了得有一个小时。我这排个队，不是这吃个饭这么难吗？差不多，这么多人。您没给我贴啊？您来两个。我不吃。我这个个头真的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，现在还在一直在这递汤，底下是煎的很脆的那种感觉。这锅贴是甜口的。在往无锡湖州里面就更甜口。那边属于什么菜？淮阳菜区。南边。哇，我山东的。山东。我们那边是咸口，鲁菜偏咸口。等一下这个醋。沾点醋没那么腻了哈。我一开始还觉得挺贵，因为我不要这个大小，这个特别大。我感觉都不用吃面，这五个锅贴都饱了，真的，这个量真的有点吓人。教练，这个醋。拉面，是牛肉拉面啊，了解一下。牛肉块还挺大的，这个面得来点醋。再来勺辣椒。这锅贴真的是巨大一个。猫小碟，大一个，一个是香酥。这个里面肉馅真的是很多，我以为这个全是很脆的那个，它就底下的那个壳比较脆。就是这样，香酥。再来一点。我的最后一个锅贴了。哇，我们看里面这个肉馅儿。哇，这地方真的实在是太挤了。哇，我真的只能说就是太挤了，里面。我为什么有后半段了？是因为刚才有个人给我挤关机了，我不小心按到那个键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那就只能出来给大家录个总结了。然后他那个锅贴啊，真就我这个手是打篮球的，给你们看下这个，真的跟我这个手一样长。买之前我还觉得挺贵的，其实因为差不多得3块钱一个将近。买完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一点都不贵，还可以，真的我觉得挺好吃的。OK， 那这期就这样，祝大家吃嘛嘛香，我们下期见。